生晒，睇下阿紫蘭姑娘打起上嚟咧，個樣真係幾靚幾迷人嘅。我都真係問正多啲。嗱，你係都要同我揸啦話。嗯。開招！去去去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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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呢生人，除咗老婆，我未輸過俾女人，又或者呢個靚妹，呢場你激興我，你冇運行啊你！牛啊！你以為你變成牛，我就驚你噶啦！呢只可能係犀牛。犀牛？紫蘭姑娘，小心啊！終於到底啦！你都玩得我耐啦，細佬。再見啦！大功告成。望咩靓仔？问你望乜嘢啊，靓仔？唔服气啊？打我啊！哎呀！仲唔搞你唔掂？阿妹陀佛，咁我点翻上去啊？想转难个紫兰天衣？哎，咪住，老三，只傻牛好想转入嚟咁。嗱，而家白骨精喺度啦，我哋两个放下私底下嘅恩怨，一齐对付咗佢先，好唔好？好，枪口对外，唔好对内。讲得好，咁我哋快走。但我点样松绑啊？好简单啫，我嚟帮你。一，系喎，追得喎，冲冲啊！喂，等等，老三，翻嚟咩事啊？你揸住两棵树点样冲啊？嚟，等我帮你。咁耶！哇，冲啊！系，俾生俾你冲啊！啊，老朱啊，快啲佢放手，顶唔顺啦！人，老朱啊，快啲佢放手，我顶唔顺啦！唔能啊，咁危急嘅骨头，做咩喺度吵醒啊？师傅唔系，我喺度热身啫嘛，我要俾啲机会老沙对付下啲妖精先得嘅。我真系顶唔顺啦！唔能吓，系老沙我嚟啊！呀，老子推沙！师傅有危险。普天行雷，有冇搞错啊？嚟紧啦，师傅。哦，差啲就劈到佢，我系唔系好犀利？你劈得咁近，想劈死佢啊？小心啲啊嘛！吓，又唔可以劈到佢啊？系啊。哦。死人女真子，第一日出嚟行雷啊！大圣已经够胆劈，欠命长啊你！佢闹你，你听唔听到啊？你仲唔快啲劈佢，冇鬼用！哦，你唔好俾我上得翻去，上得翻去我老孙一定。我冇讲嘢，冇讲嘢。金刚棒，由呢刻开始，你唔再系叫金刚棒，你叫避雷针。佢爬紧上嚟啦，你快劈佢啦，准啲啊！你讲噶？系啊，长气快啲啦。哦。紫蘭姑娘，你唞陣先，呢下等我嚟。好，等我哋嚟。紫蘭姑娘，我冇事嘛，仲認得住。你有咩事，我真係過意唔去。咁我應承九悟空要保護你噶嘛。老朱，好，我嚟啦，格沙打流。咩嚟噶？果然厲害啊！系喎，犀利咧！再嚟一次，又系我，唔系你系边个啊？不如你杀夹猪打牛啊！唔使啊嘛，准备好未？好嚟嚟嚟！哇！好用啊，老细，劲啊！死雷公，呢
个仇我唔报，我就唔叫孙悟空。又系你？唔得咩？我嚟揾雷神哥哥倾下偈，得唔得？抵得过人哋情深一片，唔知得你无情无义。你同边个一齐唔关我事，死雷公！我而家俾你讲一句说话解释，点解劈我？你讲唔出咧，就我劈你。讲，我爱白骨精。又系你搞鬼啊！唔好赖我，佢自作多情啫噃。情花旁门左道嘢嚟噶，你唔掂得噶。我都系旁门左道啊，我妖精嚟噶嘛，同类噶。点解你咁洁身自爱？都冇人爱我咯，我做咩仲要洁身自爱？我系咁噶啦。你又揾雷公劈我，又揾人捉我师傅，你想点啊？我冇揾人捉你师傅啊。咁算？你想走啊？得，除非你应承同我一齐啊。老孙最憎人逼我，你越逼我越唔中意你，憎你添啊！咁我就越搞越大，睇你点啊！放手！唔放！放手啊！你师傅就嚟死啦，到时我就可以同你相宿相亲。放手啊！救我师傅啊！放手！做咩啊？想打我？打我？你系咪未试过？你都打咗我两次啦，唔争住第三次啊！我上嗰两次打你，我有苦衷。咩苦衷？一打你白痴，二打你无知。三打啦，冇话要再打，你唔放手我就真系打你啊！放手啊！放手啊！放火啊！我救我师傅啊！放！感动的男人是你，孙悟空。第一个锡我男人是你，孙悟空。第一个打我男人都是你，孙悟空。这一世我都不会忘记今日，孙悟空，你三打白骨精。你做咩搞我师傅啊？搞咩你师傅啊？你上趟啊，又啱啱经过，点红点绿指我喺第度，又话同我搵个仔，而家挨夜。佢而家上咗天庭学嘢，都唔知几好。你多仔都冇声，就嚟找晦气，好咩啊？关我仔啊，使鬼你管教啊？有个你咁嘅老豆挂低支教得出你个咁嘅仔啦？你先头姑，你忍住啊！我受会冇受嘅。哎呀！咁我哋快啲变啊！师傅，你冇事啊嘛？冇事，都系多得紫兰姑娘保护我哋咋，仲唔亲口同人讲声多谢？就唔讲。多谢。唔使客气，我应该嘅。点解你仲唔问我呢？我有冇事啊？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啊。咁点解咧？你唔问我咧？有冇吓亲啊？你冇吓亲啊嘛？冇吓亲啊，多谢你用心。浸酒情果唔好。摘到啊！老朱老沙他们呢？在这里。不见我的。若能在你掌心之中来寻觅情感的缺口，阴光圈中怎跟你搏斗，又靠什么翻跟斗？如何能共你挥一挥手，回头路难再一个走。我想领教什么法术会避得开这引诱，什么果什么报，那
等我们永别才知道，难过就是为了过去的好。直到你的身影消失，心想怎么会，以为我再约你，你永远也会奉陪。忘了你便到底都不会再挽留，看不见的飞灰，大概我这一颗天真的心怎么会，以为会再扩遍这个世界数十回，狂情自性怎会懂得悔，年轻不怕后悔。被生活的人抛弃，这种滋味是不是很痛苦啊？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死啊。我可以令你以后不再受痛苦，还可以令你得到孙悟空。只要你献过灵魂给我做我的奴隶，所有的痛苦都成为过去，美好的日子就在你面前等着你。快点啦，快点啦，是啊，大师找我们就死了。你两只去哪里？为什么你在这里？我们去找白骨精。找白骨精的话，得有一粒情果先。不是啊，悟空，悟空，悟空去了哪里？师傅，找不到他两个。找不到啊，他两只有心避开我都不知道怎么找。那边再试一下。不准先啦，唔好啦！啊，我唔食佢啊，情果我走啊！哇，帮帮我哋啦，大师，好啊，师傅救命啊！师傅，你做乜扮恶？你做咩扮恶？大胆妖猴竟然够胆扮老孙！大胆妖猴，老孙你都够胆扮？点解有两个大师兄嘅？我点知啫？点解会有两个悟空嘅？假嘅。师傅，我先系真嘅。师傅，你唔系连自己徒弟都唔认，老朱老生，你唔系连大师兄都唔认得系嘛？幼稚，激死我啊！我有办法，我有一个办法。可以分出他们哪个打哪个。吴静你快点讲啦。那是什么办法呢老生？我们现在每人问这些问题，哪个答到他就是大师兄啦。好，那两位参加者准备了。问题来的啦。第一题，大师兄在哪里出世？花果山。大师兄现在安排有几重？15,000斤。大师兄的法术有几多变？72变。大师兄的法术在哪里毕业？3星冠。大师兄嬲的时候最喜欢讲什么？啤巴你个龙的洞啊。大师兄开心的时候会唱什么？大笨象会跳舞。大师兄曾经何时用什么车过什么？500年前一个车迷在街道。大师兄的全名叫什么？原来是中国大帝。大师兄好，答得好，两位答得好，恭喜两位。两位参赛者都是大师兄来的。师傅，我们分不出。我分得出。你爱爱我？爱。你爱爱我？爱。俾只蕉你食啊！好啊。俾只蕉你食啊！戒咗啊！好啊。咁我问你，你仲记唔记得你喺天庭教我唱嗰只歌啊？型到跌渣，终于肯现身啦嘛！妖猴，圆咗大事，再下六耳猕猴假扮孙悟空，自知不对。但我实在情非得已，讲咁多嘢做咩啫？讲到天花龙凤，你都系想食师傅啫系嘛？悟空，不得无礼。六耳猕猴，点解你要假扮悟空？大师，其实追随你上路去取西经，一直都系六耳猕猴嘅心愿嚟嘅。好渴望有一日可以追随你左右，学习佛理，直此得道。况且。望咩靓仔？况且六耳猕猴自觉能力，亦都唔会比唔上孙悟空。扮完我仲要踩我，同佢讲咁多做咩？师傅，一拳打爆佢！悟空，既然佢诚心向佛，改过自身，
点解俾个机会佢？系罗大师兄，其实佢讲得都几啱啊！头先你同佢过几招，你都好似唔系高得佢好多啫嘛。我唔系高佢好多，好啊，我就俾你睇清楚，究竟我高佢几多？唔好话我唔俾机会你啊！嗱，同你斗多一铺，如果你输咗，即刻喺我面前消失，唔好再喺度混吉。大师啊，如果你输咗咁点啊？我输咗啊？咁啊，老朱做大师兄，你做二师兄，佢做三师弟，保护师傅上路，我消失。大师兄啊，讲嘢留翻啲余地好系咪咧？对住呢只甩皮甩骨嘢，使乜留余地？唔好话老朱唔带掂，大家系同类。我而家饮你拣一样嘢同我斗，输咗乖乖地走，我睇在师傅份上，免埋你一死。好啊，我哋喺一个时辰之内斗降魔伏妖，睇边个捉得妖精多。唔知大圣你意下如何？我实在爱你嘅不知天高地厚，天界地界人界捉妖，我老孙排第几啊？好啊，多谢大圣爷承让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悟空，你要小心啊！边有得输噶？你同师傅揾笪地方歇下先啦，我好快翻。又落雨啦，都唔知道大圣点噶。紫兰姑娘，你唔使咁担心啦，大圣佢咁中意捉妖精，佢实会赢噶。唔系咧，我话系咧，觉得有啲唔妥，但我又讲唔出系乜嘢。哎呀呀，你睇，大圣翻嚟啦！快唔快啊？悟空，你有冇事啊？你有冇受伤啊？我噃，我系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，本身先念到尾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喎。你估系嗰只野猴咩？头先我仲有时间恰咗阵添啊，今次佢衰梗啊！拜见圣僧啊！拜见圣僧。六耳猕猴，悟空带咗六只妖精翻嚟，咁你呢？收服咗几多只？回大师，在下只系收服到五只小妖。好呀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战况明显过明显，清楚过清楚，众望所归，冇得留低，走！走啊！在下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圣僧，今日六耳猕猴无缘侍奉圣僧左右，学习佛理。在下仅此承诺圣僧，日后定必诚心向善，希望能有朝一日修成正果。圣僧，你放心啊，六耳猕猴一定会做一只好乖好乖嘅马骝仔。咁就唔好再喺度扮嘢赖死。走，悟空，六耳猕猴，如果你真系诚心想修炼嘅话，请留步。阿弥陀佛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悟空。你到底明唔明白？师傅，你到底明唔明白啊？留佢喺身边等于自杀嘅啫。妖精呢家嘢啦，实行见一只打一只，死得一只得一只，死剩嗰啲咪算个好彩咯。佛祖嗬，佛祖都话你命运不灵。你睇下六耳猕猴带翻嚟嘅妖精，全部都活泼健康，温顺听话，肯定佢系用善心去感化妖精。但系相反，你净系识得一味凶残杀戮，绝无佛家半点慈悲为怀之心，硬系要将所有妖精打到非死即伤。六耳猕猴，佢虽然系一只妖精。但是他的悟性和佛性都明显比你高。那即是说我多余的。要不要我都得的。是吧，这些就是你佛家打完斋不要和尚的道理了。你有你的道理，我有我的做法。我的做法就是打死他先，然后宁愿你怨我一世。你一讲乜嘢，师傅都会觉得你错噶。小兵有真冤大谋，你睇定啲先啦。唉，惨啦！以后多只香炉多只鬼，咁多妖精，我哋实唔够嘢食啊！第时睇嚟，我要发明一啲可以复制食物嘅法宝先得啦，唔系边化到咁多圆喎。多谢圣僧。人与人之间嘅相处系贵乎乜嘢？师傅，我知系咪贵乎诚呢？咁你哋知唔知道有咩方法可以修身及人，令自己同埋身边所敬爱嘅人可以悟道咧？敢问师傅，系咪要对身边所敬所爱嘅人都坦诚相向，互相借镜，互相提点？
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你哋到底明白咗坦诚相向嘅道理未啦？悟空，明晒，就系向住对方坦诚咁敬望啊嘛。啊，师傅啊，咁即系话我哋要将对方嘅缺点赤裸裸咁讲晒出嚟，咁样可以帮助到佢日后改善啦，系咪啊？道理正是显而易见。咦，咁既然今日咁人齐，不如我哋互相提点，讲啲嘢出嚟，互相帮助一下咧。啊，都好啊，咁不如由大师兄讲先啦。悟空，咁就由你开始先。是但啦。啊，我讲啊，讲开大师兄呢家嘢话，我哋嘅大师兄呢个为人咧，其实系几大师兄噶，真系会保护你啊，又会维护你啊，基本上几正噶。只不过咁啊，佢嘅性格咧，有时真系狂妄自大咗啲咯，唔理人感受啊。悟空。咁你认为唔能讲得够唔够中肯呢？唔系噶，我真系中肯，我记得噶。嗱，上一次咁啊，好似我哋同阿老沙啊中咗情花毒，咁佢又唔会问我哋啊，究竟需唔需要解毒啊？佢自己就走去攞咗个情果帮我哋解毒啦。其实咧，中咗情花毒食情果啊，需要食一半个嘅啫。佢无啦啦剩低嗰半个咧，啊硬咧系咁逼你食埋佢，佢又唔知几恶紧喎。嗱，呢啲样嘢咧就好似好心做坏事，老沙。咁講開又講啦，其實食都有好多方法嘅啫。係啦，可以曬乾磨成粉，再用包，再唔係整個芡咁咪好味啲咯。或者自己攣碎咁嚟餵我哋都得㗎。佢咧就冇我哋啲咁嘅諗頭同埋計劃周詳啦。佢呢下嘢咧就自把自為啦，硬頸脾氣啦，硬係自以為是嗰下衰啊嘛。如果唔係貪佢好，但可以保護到我哋，其實佢份人都幾難頂㗎。幾惡頂㗎，不過而家唔驚啦。有個六以嚟又同佢差唔多啊嘛，係咪先？你講咩？最後嗰五個字講咩啊？差唔多芝麻，成句咧。而家有六耳猕猴，差唔多芝麻咯。得，有六耳猕猴都差唔多啊嘛。你哋唔好后悔，唔好师兄，唔好冲动。六耳猕猴并无半点要凌驾于师兄嘅意思。第一，你未够班凌驾于老孙我。第二，我唔系你师兄。第三，你啲气好渣。师兄，悟空。即系话两句点解咁小气？系啦，哎呀，头先唔记得数啊，大师兄佢好小气呢样嘢添，而家佢走咗添，咁冇得话佢啦，真系帮佢唔到啦。好彩有啊六耳猕猴啫，差唔多啫，唔惊。师弟承蒙两位师兄错爱，师父，六耳猕猴知道，无论我点样都唔能够代替孙悟空喺师父心目中嘅地位，但系六耳猕猴可以用性命担保，定当保护师父上路，直至取得西经为止。老师唔喺度，你哋怪唔怪？听唔听话？听啊！有冇捉实先？有。石啖老师咧？好嘢！好啦，自己玩啦，自己玩啦。好。点啊，爆笑小刚？大王唔系去取西经嘅，点解又翻嚟取到经啊？唔好再提取西经三个字。系咯，唔翻都翻咗咯，以后唔好再谂取西经嘅嘢啦。大王。呢一位是我叫子兰，是你大王的好朋友。你叫爆咩话？啊，爆小小哥。不过你叫我小小哥就得噶啦。大王，今日咁开心翻嚟呢度，仲带埋咁靓嘅子兰姑娘翻嚟，我即刻去通知花果山嘅马骝仔，同你准备一个欢迎晚会。即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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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刻。仙子不是身染幻疾，需要留在家中面壁治疗咩？启禀玉帝，在面壁中的紫兰仙子确实是紫薇仙子所假扮，而紫薇仙子微臣已经将她交到王母监管。有没有查过紫兰仙子擅自下凡是为了什么事啊？紫薇仙子死后都不肯透露半句。未经许可私自下凡。雨林臣，神在，带领哮天犬天兵天将落凡间追拿紫兰仙子，实接旨。你靠山边行，唔好行中间啊！做咩啊？冇，我见到有只受伤嘅蜜蜂，我唔想踩落去啫嘛。佛家有云：扫地恐伤留艺命，爱惜飞蛾沙罩灯。我不想踩下去而已，我是不是很傻啊？师傅，你和悟空真的很大分别。是吗？那孙悟空好一点还是六耳猕猴好一点？
喂，快啲啊，冇食饭啊，搬嘢搬咁慢嘅，等住饮水啊，颈渴啊。对唔住啊，大师兄。知道快啲啦，颈渴啊。你哋又系嘅，做咩咁懒散啊？等我帮你攞。唔使啦，六二哥哥，等我哋自己得噶啦。死肥猪，六二哥哥，我哋几时喐手啊？睇定啲先。师傅你睇，原装拜见二郎真君，原装大师有礼。吴林吴正，六耳猕猴，你哋仲唔拜见二郎真君？拜见二郎神大人。系啦，原装大师，点解唔见咗你大弟子孙悟空嘅？贫僧从来唔强人所难，既然悟空去意已决，贫僧亦唔打算再要。咁请问大师，紫兰仙子有冇嚟揾孙悟空？回大人。紫蘭仙子的確嚟揾過悟空，但系佢早已經跟悟空離開咗。多謝大師指點迷津。係啦，大師，雪本神多口，點解大師身邊會多咗咁多妖怪？阿彌陀佛，雖然佢哋全部都係妖精，但系佢哋都想學習佛理，希望早日得到。咁好啊，大師，你好自為之。多謝大人關心。孙悟空，你好加人。加乜嘢人啊？你仲喺度整蛊做怪？我系紫兰仙子。佢已经走咗啦。好，如果你唔加人嘅，我手你包我杀。你话手就手，呢度系天庭咩？三眼仔。你以为你唔俾我手，我哋冇办法啦咩？姑娘快点啦，呢边啊，要快点才得啦，小心点啊！哎呦，好似难过啊！多谢爆笑哥，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大力扯我条尾啊？点解啊？好痛啊！爆笑哥啊，咩事啊？可唔可以俾我喺度休息下啊？好攰啊！唔得，俾啲天兵天将发现就走唔甩噶啦，快啲啊！紫霞仙子，哎呀，死啦，俾人发现咗啦，走啦，追！死啦！悬崖啊！紫兰仙子，睇你走到去边？紫兰姑娘，不如你要自首啦！要我自首？我宁愿自杀啦！紫兰姑娘，紫兰姑娘，大人，我哋发现紫兰仙子嘅行踪，但紫兰仙子俾我哋追捕嘅时候，竟然畏罪跳崖而死。咁佢尸首呢？末将亲眼见到紫兰仙子嘅尸首化成一朵紫兰花，跟住即刻消失，灰飞烟灭。死咯，好出翻嚟咯，二郎神，我哋走晒啦！哦，好彩紫薇通风报信啫，唔系真系逼巴你个龙的洞啊！做咩咁开心啊你？你冇话俾我听，头先撞山嗰个真嘢嚟嘅，何解一出现就嘻嘻嘻啊？你唔使咁口硬啊，我知你喺度扮嘢。唔知你噏乜？你个心咧，其实咧就好中意我嘅。迟早咧都会娶我喎，你而家对我唔好咋，只不过系暂时性嘅啫。你冇嘢啊嘛？我救你系因为啊，系咪啊？都话你成日扮口硬噶啦。因为我当你系朋友咋，你话我点讲你先信？
你要我点讲你先信啫？你点讲我都唔信噶啦。问月老啊？问咯、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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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咪问咯、啊。师傅，饮啖水啊！家阵净系挂住师傅得嘅，有得两个姓，我死佢啦！点会咧，大师兄？你想食水果定系饮水啊？水啦，冇嚟醒目。二师兄，我唔肚饿，你攞俾啲小师弟啊！知道啦，大师兄。唔能，你对啲师弟唔好咁恶啦。唔系啊，我好礼貌啦，已经。行得未啊？你班死嘢！大王，我哋几时喐手啊？如果再唔喐手，你就忍得啫，我哋就冇咁好耐性啦。好啊，过埋竹林。嗯。仲食香蕉？留翻阿兔食糖僧肉啦。是话成真，你做咩一直喺我面前做戏？做戏？我冇，我真系有毒佛经噶。扫地恐伤刘毅明，外色飞蛾沙罩灯。我冇念错啊，系嘛？你未答我问题，到底我乖定孙悟空乖啫？梗系我乖啦。孙悟空激到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我就唔同，马上要你死，死得痛痛快快添。以后不会再有人讲佛祖割肉自缢的故事，大家都会说唐僧割肉自猴，割肉自猴，哇，几伟大！我是底啲，遗臭万年，帮你流芳百世，仲伟大。做咩啊？收兵啦！手刀，收翻啦！你哋啊，收兵，再屠杀咗你哋。老二大王，我通知蛇妖准备热水。再通知铁线公主和牛魔王等着一起吃唐僧肉啊！嗯，我去通知火翼毒人。是，我哋行。好，行行行行行。契哥，你今次一定要同我作主啊！契妹契妹夫，你哋咁急嚟找我，是不是有啲咩紧要事咁啊？契哥，你个外甥被唐三藏同佢几个徒弟捉走咗啊！系啊，如果凭契弟嘅功破神咧，一定救唔到孩儿噶，所以先睇过你咧出手相助。大胆，竟然连我火翼道人最痛惜嘅红孩儿都敢露走！你哋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哋救红孩儿嘅翻嚟嘅。多谢契哥，契弟多谢契哥。唉，只不过我嘅肉身。仲系俾如来嗰个死老鬼锁咗火焰山呢度，要再过几日，我只可以逼佢开天锁，恢复功力。咁咪有机会俾佢走咯。火焰山系佢哋去西天取经嘅必经之路嚟嘅，喺呢几日，只要你哋照我计划去做，等佢哋经过呢度，我一定有办法消灭佢哋，救红孩儿都翻嚟。蛇妖啊！欢迎圣僧大驾光临。你这个蛇妖真是贱格的，食碗面反碗底，一张仇报忘恩负义，各条臭板。讲够未啊？如果要我哋闹啊，我谂出年都仲得啊！讲个两个埋先啦。喂，你冇好死啊你！你好嘢，师傅。施主，回头是岸。我今次系奉咗六耳猴王嘅命令嚟监察主你嘅肉噶。阿弥陀佛。哎呀，师傅，呢、这个时候你仲嚟我呢度佛念经？哎呀，点算啊？我哋冇命啦，师傅。住点算啊？真系，一阵煮咗师傅就煮埋我哋噶啦，快谂下办法咯。我谂紧啦，对住个火炉好大压力噶，谂唔到啊，而家。系咯。你又谂？谂唔到嘛？有，等等。阿师傅啊，哎呀，真系我临死先同你讲呢咁嘅嘢啊！我大师兄真系唔系人嚟嘅，丧尽天良啊！我哋而家成队人都危在旦夕啊！佢仲挂住同嗰个师奶度风流快活，唔理我哋啊！你话我系咪死啊，大师兄你？谂住啊，咩啊？好似当初系你要。
认六二离后做大声啫。好嘈啦，好似咩啫？唔系啊，仲有突然间醒气啦，啊唔讲又讲，讲开又讲啊，有一日啦，大声啊，搵翻提皮鞭啊，逼我哋谂啲咩四人口号咧？哇，中国口号咧，要唱啊，师傅嘅，师傅系个大声波啊，我踢足球爱玩波咧，嗰啲咁嘅衰嘢，虽然我谂到我冇讲出口噶，师傅，你话我大声系咪真系？简直系唔系大声都冇讲过，你系咪想死啊？我哋唔叫师傅大声嘅，点会嚟救我哋？我哋嗰阵时死紧噶啦，嘈仲喺度嘈。师傅啊，大声仲作咗首歌唱你啊，话你系真系清流婢女，话你系梁朝廷一霸添。系啊，仲有啊，我突然间又醒气啦！阿大师话咧，前年要出本书咧，唱衰你，爆你私生活，揭啊性真鲜为人知嘅一面俾人睇啊！嗰本书叫做《唐真之秘密生活》，系啊，我有睇过啊！个初稿咧系有图文并茂噶，像拉叶海报，佢话一世要唱衰师傅咧，成为一个花和尚，大淫真，遗臭万年，第时我哋仲有面子出嚟行嘅师傅，冇面见人仲点唱西经？系啊，师傅你话咧，嬲死人哋！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生死由命。上天自有巧妙的安排，我不想落地狱啊！师傅你不死得的，我死无所谓啊！我都不死得的，老师，你扭啊大师啊！我嘈啊点啫？打我啊！等等，啲水煲了几个时辰都仲未滚，咁点算啊？加多啲柴啊！系，烧柴烈火啊！加柴啊！师傅你，一煲就熟噶啦！嬲啦师傅，嬲啦！脾气啦，嬲啊大师兄啊！师傅又危险，你咪都去救佢哋啦！话咗佢有佢生活，我有我忙碌噶啦，救乜鬼？咁点得噶？佢系师傅嚟噶，仲有啲师弟啊！不听老孙言，吃亏在眼前，饶得佢哋啦！你知唔知成个煲音大事噶？我够钟情咗你，留喺花果山陪你咯。唔得啊！你快啲去救佢哋啊！如果唔系，我就唔留喺度啊！留喺度啦！你救佢哋先啦！留喺度先讲，你救我先讲，救佢哋啊！救佢哋！救佢哋！救佢哋！张九云，我而家去救师傅。你留喺水帘洞等我。我有远见，有高见，在下巨气焰。看见听见你不见，立脚最高点。哦，我有卓见，太罕见，在下俗世面。三高手高一线，办法气魄晓变。我攀得高时看得远，天旋地转不如我心转。长寸太长。短处太短，天高山高高不过我腰。一攀得高时跌得痛，所谓雨未下时先刮风。骂人懵懂即时识美空，怕只怕最后还原。